看他讲。啊，涂了大红指甲。这个叫风华绝貌，连脚都这么感性。嗯，厉害了，厉害了。看看看他发型，原来是个时尚的小狗。这个是什么颜色？红配绿啊、哦，看那丝滑般，这么丝滑。稍微剃一下，我们洗的时候好洗。嗯，哎，我干什么？这个还是没洗之前哈，我们现在剃完了，我们去给它洗吧。身材棒不棒？一级棒。OK， 扯。因为我们把这个红红的指甲给它磨圆一点。滴滴滋润，那个毛长长了，有点扎它眼啊、嗯，对吧？这个长度可以吧？有没有像个小熊样子？小熊样嘛，熊样。九九，哎。剪刀走到腿架的部分的话，它这个身材会比较适合剃剪一些。完美的弧线，哎，漂亮。但是老婆的下巴，他肯定自己修过了。老婆是什么？嗯。老婆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你站在这里干什么，多多？你叫什么？叫人家捞狗。我有一种预感，你知道吧？他的狗带过来，我一看，哎。年轻人跟你照顾的来的狗是这样的，不应该呀、啊。对。然后我就赶紧拍两个视频哈，然后剪完了过后，他说啊，你把我的狗毛剪这么短，我说姐啊，你来的，你家狗来的时候那个就光秃秃的呀，他说不可能，嘿，拖地的毛，还好哈，还好我机智，是不是？你就算没拍视频，我们有监控啊。哎、是啊，处处都是监控我们的。然后我发给他了啊，他说啊，我的狗怎么成这样？我说你的狗成这样，我怎么知道？从业多年的经验判断，这好像就是碰瓷的呀。这样子，打漂亮。继续我上次去，以前我们在青城。啊，好，其实他店里面随便买一本。剪圆头，剪圆头，剪个小圆头。好呆呀，眼睛到底是哪里呆？不懂。